天要特别去看一个人，就是国手浩尔。等一下呢，就要直接搭车前往国体大综合体育馆，超期待今天要看他打球，因为昨天首赛已经没看到，那今天是他的第二场，所以绝对不能错过。昨天是看 YT 直播，光他昨天的数据就吓死了，昨天他就拿下38分，然后25篮板，9助攻，然后5助攻。我昨天看到 YT 打球，就像在看一场秀，整个很精彩，所以我今天要特别到现场。是想要一睹他的真面目，因为在台湾真的太难得可以看到 NBA 球星了，所以这次真的不想错过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出发，走。到 A7 体育大学站，刚刚已经自己先查好了，就是我们从桃园高铁站过去体育大学站要45分钟，所以上车就得休息一下。半就已经到这边了，那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，我们已经算排着算前面是前大概50几个吧，前50几个这样子，但是其实还是蛮多人，就是现在是中午12点多，然后人越来越多。来这边之前我们自己就已经先做好功课，就是因为今天人会爆多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先买了吃的喝的，怕光是买东西就会排队排很久，干脆今天先自己带，预防万一，我们再去买了旁边的摊贩热狗跟鸡肉串，准备要进去了， go go go。这个是要坐哪里？往上，好。先去看一下它的周边。
现在是球员练球时间，然后今天是云豹对台中太阳。Thank you.
趁现在来上个厕所。我们也休息了。我们今天来上个厕所，憋很久哎、欸。就是他在上场上的时候，就是不行，一刻都不能错过。你有尿点哎。没有，但是现在他休息有尿点了，所以我们先出来上个厕所。要喊吗？很刺激耶！好，上完厕所继续加油。馆长也来了。Go！ 然后旋转木马跟摩天轮。走好了，时间。在后滑道最前面，加油加油！你看这一辈子，张嘴比超人超高哎！哦，有点神，好啊，出现嗨翻嗨翻，好，谢谢。感谢75:75，我的个，蓝可也有这个 camera， 好可爱哦。第四节停车开始，我们来看。快了，太快了！哎呦！需要你的尖叫声！哇塞，现在已经剩下2:30了，然后最后一点进攻时间，加油！1:30，然后现在他们103分，我们90分。加油加油！耶！第一分。结束了，今天好可惜没有拿下胜利，但是我觉得今天也还蛮好玩的，因为很少可以就是坐在那边看整场的篮球赛。我之前是有当过啦啦队在下面跳，但是那个感觉跟当球迷的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特别的嗨，尤其又可以看到 Howard 这样子打球，就觉得特别帅，而且好高哦，他光是两只手伸起来，我觉得就可以直接碰到篮筐了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喜欢我今天影片要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加分享，那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哦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买了一堆食物，然后都没有吃热狗跟鸡肉串，因为看球真的太入迷了，我们一口都没吃。
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